哎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哎，那个点菜。点菜。好，点菜。你好，这是菜单，您看吃点什么？谢谢啊。吃点什么？这啥呀？这是我们菜单啊。什么菜单啊？这就是我们店里的菜单啊！你是不是看你们店里的菜单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啊！先生，别着急啊。他呀，不理解。你等会儿，你可能是，你说是不是不识字儿？没关系。让他给您念。不识字儿？啊，我不识字儿。再一个，你是谁呀？他是我们领班。哎，我是这儿的领班啊。我跟你说，我要投诉你们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是，我好好好，你说。我大学本科文化毕业，我看你们家这菜单，我是一个菜也点不出来呀。 这个，我给您念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知道就是6块钱，炒土豆丝。炒土豆丝，对的，啊，是四个字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哎，那我问你啊，那这个菜是什么菜？卖2588。这道菜就叫。 4跳墙，炒土豆丝啊，对，还有这个2588的佛跳墙大，哎呀，对对对，您看，这样学本科，这两个菜啊，您两个菜，我一会儿有几个朋友过来，然后咱再点，好不好？好，不用了，快过，快，上单，看给你上菜，赶紧快，下单了，下单，吓死我了，幸亏有你们开房，没事，哎呦我天哪，这车太不好停了，这也，刮了，欢迎光临，请坐，你俩半天了在这儿，停车刮了，没想我好的刮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点俩菜了，服务员把那菜单拿来，赶紧点，菜单，我来记下，行，哎，使劲。 使劲啊！几位啊，就是我觉得呀，我们这个店还是本着这个诚信啊，还是为客人着想，你们点的可能有点多了。你怕他吃不下呀？这个词儿好啊，他老能吃了。讲究节俭是吧？对，他吃吗？问你点啥了？重复一下，我知道了。啊，你刚才点的是酸辣土豆丝儿，嗯，对吧？对，没有。 没有，土豆丝咋做呀？没有，为什么呀？今天啊，我们是专门换了一个菜。